The next speech is from His Excellency, Mr. Abdur Ghani Baradar, Acting First Deputy Prime Minister of Afghanistan. Bismillah ar-Rahman ar-Rahim. Nahmaduhu wa nasalli ala rasulihi al-kareem. Amma ba'd. Da China wa Junubi Asia hiwadunu tarmandu iqtisadi hamkariyu. Tijarat 尊敬的各位嘉宾，在当代世界的经济议题中，区域经济是一个新的主题。 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议题。相较于只关注单个国家，我们更需放眼区域各国的地理、经济、政治和战略特点。 放眼地区与地区间建立的经济关系，毫无疑问，地区中每个国家在区域经济关系中都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作用。例如，我们注意到， 阿富汗在中亚和南亚国家间的联通和能源转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 我们在制定区域政策时，必须考虑如何应对安全威胁、经济威胁和人类共同的威胁，考虑各国自身的需求。放眼亚洲大陆、中国、南亚、中亚以及 近邻阿富汗的中东地区都蕴藏着巨大的潜力。作为地区居民，我们都需要为本地区的安全发展和舒适生活而共同努力。 阿富汗在自然资源、农产品、地毯等行业的贸易与投资方面具有优势。我们的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占有特殊地位。由阿富汗人民组成的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， 向本区域所有国家保证，绝不允许任何个人或团体对本区域和世界构成任何威胁。随着外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出及伊斯兰酋长国的建立，长达43年的战争已经结束，整个国家的安全得到充分保障。 阿富汗进入史上最安全的时期，成为最适合过境、贸易、投资、区域互联互通和开展合作的国家。阿富汗的安全局势加速了忒匹、土库曼斯坦、阿富汗、巴基斯坦、印度天然气管道等重大区域项目的实施，以及喀萨尔、塔尔、 电力项目等其他项目的恢复，同时也为一些新项目的开展奠定了基础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中国在“一带一路”倡议中付出的努力和投资具有重要意义，有助于加强中国与南亚、中亚和中东的联通。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将有利于增进区域合作，
改善多边贸易。中国的一个特点是，它不在我们地区进行任何破坏性的政治活动，也不干涉我们的内政。因此，在我们在地区增进相互往来的基础上，加强合作，符合国际经济利益。此外，阿富汗也做好充分准备，成为中亚和南亚过境和联通的安全通道，甚至向中东贸易走廊开放边界。作为阿富汗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，我向所有南亚国家表示，阿富汗愿与各国开展合作，帮助你们的商品转运到中亚市场，并保障商品安全。同时，我诚挚邀请世界各国投资者到阿富汗投资兴业，与阿富汗人民一道，共同实现正当的经济和贸易目标。此类博览会可极大地帮助本地区的贸易商互相了解其他国家的产品，通过建立信任开展商贸活动。希望未来能举办更多这样的展会，也希望阿富汗的产品和贸易商能像其他国家一样参与其中。最后，感谢所有嘉宾的耐心聆听，再次感谢中方的邀请。